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瑞德，非常感谢你们再次回到我的频道，我们又回来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啦。那上一集我们天命人为了继续寻找大圣遗物，来到了黄风岭，那在这里遇见了各种各样的鼠妖，想挡住我们的去路啊。虽然黄沙滚滚，视线不佳，再加上先天方向感不足，却还是误打误撞遇见了斯哈里国的沙国王与恶王子。那他们似乎正在商量着什么事情啊，还没来得及问他们路，就直接杀了过来。迫于无奈，也只好将二王子击倒。沙国王眼见情势不对，就朝着后方山洞逃去。追上去之后，才发现沙国王独自一鼠对着洞穴下方喃喃自语，更甚至以自身血肉为引，将底下的巨物给释放出来。原来是他的大王子，但因为大王子身染异症，七情不全，六亲难认，一口就将眼前的父亲给吞下肚。那为了不再让大王子继续受病痛折磨，因此我们也将他打倒。当我们走出山洞后，没想到来到了卧虎寺，此处遍地尸骸，越往上走，浓厚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只见到一只身背赤铜刀的虎先锋正舔食着面前的血池，以为是沙国王来此献上贡品，但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我们天命人，便操刀奔杀而来，一吼一虎就在这浴血战了数回合。那顺利将他击败之后，那无头身又再次出现，也将术法铜头铁臂传授于我们，就又消失不见，只留下几句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词曲啊。好的，那如果说你是喜欢这款游戏的观众，想继续看下去的话，记得先帮影片点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可以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的更新影片的动态喽。哦，我们要再回去搜索一下哦，黄风岭有些地方我真的是还没有搜索完哦。对，然后我有注意到有观众说有一只赤染龙，希望我可以去打看看的，是隐藏 BOSS。好哦，等一下我们就来去找找看吧，好像是这边吧，这道墙。后面有小妖对我吐东西啊，不要理他，好像是这道墙吧，这道墙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，我们也没办法打破，但是如果说我们用大头宝宝这一招，哇，就可以把这道墙给打爆了啊。我们进去找一下吧，取得一个隐藏道具，是这里吧。哎，前面有个宝箱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在这里来喽！拿到了飞龙鳞片，古旧的龙鳞偶有电光乍现，魂如在呼唤曾经的主人公。那赤染龙的位置好像在黑风山吧，我们就直接飞回去吧。哎，到了到了，回来我们熟悉的第一个黑风山章节，好像是走这个方向吧，来这边看一下。嗨，你们好久不见啊！哈哈，好像是在这个方向吧，有瀑布的位置，这里这里。哎呦，刚好有一只妖精挡在这里呀、他这句话一直在说他的弱点吗？好像是哦。嚯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怎么也跟过来了？小狼妖，不要挡路，不要挡路。对，就是这里了。直接把瀑布斩断了，那我们就可以进去看看啦。隐藏的 BOSS 赤染龙，不知道强不强，就是这里。哎呀，小龙小龙在哪里呀、我印象中赤染龙好像是金河龙王的其中一个儿子，印象中。哦，自带闪电的龙，来吧。哎、等一下，我还在避火罩，白痴，我要定他的。哎，我定。哇、哦，哎，我们要熟悉一下他的招式。他背上那个是他的弱点吗？不晓得哎、等一下我喝个水。他的尾巴也会甩哦。小心。哦。哦，倒了倒了。直接贴过去打他的背。
破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打爆了。哎，吃我一棍。轻一点，注意一下他的动作。而且你看，他会因为自带雷电，所以我用那个雷电的属性负伤。哇哦！好，又倒了，又要绕背，真的是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继续推，继续推。哎、欸，我没耐力了！哎、欸，好险，好险！我定，等一下，先让我喘口气，喝个水先。真的是，不要这么，不要害我这么紧张嘛！我已经快没水了啊！等一下哦，我变身打好了。你怕不怕火啊？我到底怕不怕火？试试看，你是龙，应该是不怕火才对啊。哎、欸，我烧你！哎、欸，他烧起来，烧起来了，有机会哦！哦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哪里来的电啊？快快快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！先推他，先推他！有了，哟呼！哎呦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！我的妈呀！终于，一定要把我水喝到最干，血量压到最低，才愿意让我打死 BOSS。何必呢？开宝箱，开宝箱，拿到什么？测电围，那字是念测吧？风驰电掣的测，这个是材料哎、欸，武器材料吗？看一下。哦，真的耶，是武器的这个灵棍攀龙，可是我缺材料，我有东西没有。攻击70，然后是增加力棍的招式伤害。力棍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在用，感觉后面可以试试看。然后还有这个引进葫芦后获得一定程度的伤害减免，哎，这个不错耶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好了，我们把猫精宝钻换下来。好，我们回补一下吧，回家回家。好像是走这边吧。哦，来到了邪魂崖，新的地方欸。是这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。哇塞，这里好多妖魔鬼怪哦。先把这石头解决掉好了，后面有点碍事。打他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上面那个你打完了没啊？很讨厌像你们这一种站在高处搞偷袭。哎、欸，前面有小庙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个可以吸收它哎、欸。佛木珠，拿到了佛的眼睛。不管了，我们先拜一下。保佑我一切顺利，沿途小妖众多，打他！哎、欸，破！喂、欸，他倒过来了！哎呦！我以为他要往后倒，吓我一跳。这里有东西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拿到了玲珑内丹。我是不是走到死路啦？好像没办法继续走了。死路，死路！这个地方这么的大，
对我这种方向感不太好的人，真的很折磨哎。算了，我们就到处走吧，反正剪辑嘛，你们看到很多迷路的地方我都会剪掉，不然迷路太烦了啦。哎呦，哎，血太厚了吧？哇哈哈，我的血，定你！天哪，真的是，这石头怪很烦，这种小妖怪打人也很痛。这个宝箱，开一下，开一下。然后旁边又有在丢我的，这里有东西吗？不知道哪个妖孽用法力把我困在石头里了，连带着领上的石头也成了精。他被困住了。洞里有只石精，怪得很，他身上一定有些秘密。石精，弄清了原委，我好脱身呐。好哦。哎呀，石头成了精，此事非同小可。所以他是被困住了。弄清了原委。好好好好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我们要想办法救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生物，来去找看看。难怪这边都是一些石头妖，满满的石头妖，吓死人了。石双双，收集到了一个石双双金魄。刚才他们听到，是在这边吗？还是在上面？感觉在上面，我们看有没有办法绕上去吧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啦！再收一颗，还好它的声音蛮大的，比较可以知道说大概会在哪个位置，对吧？看一下前面那个蓝色结晶，蛮可疑的，去看一下。你是被石封住了吗？有点可疑，他有手的感觉。你是王吗？不知道，大家看看。哎、欸，真的，石母，他是王。完了，我现在没有法力。哎呀呀呀！危险！石母，吃我这一棍！打爆一个。我们直接用棍花来打。啊，要注意后面会不会有偷袭的。你看，有的来了。偷袭！哎，打完，快！继续消耗石母的血量，我们继续打。快没血了，继续打，用力！哎，还有，又来了！哇哈哈！我现在已经没水了。不要再打啦！你们这群，等一下，画廊，画廊打石母，有了，重击，石母快没血了，继续打，贪一点，哎呀，石母破了，哦，没了吧？没了吧？哎呦，真的是旁边都会有小妖来乱啊！所以刚才那个人要我打的是石母吗？我们回去看一下好了。我们把石母打败之后，应该就不会有那些石头妖怪了吧？还会有吗？我是希望不要再有了啦，不然那些石头妖怪又硬又难打。我帮你解决完石母啦！你这娃子真好骗。算是能把这宝贝了。他骗我？你居然敢骗我？石中人，应该是个骗子啊！等一下，上面有一在偷袭的。变，也是一个臭石头，敢骗我？哎，我死。烧你！上面那个偷袭真的好烦哦！哎呦！哎！哇！等一下，四脚卡住！不要再卡我了，走开！这个家伙！
居然敢骗我！被你震碎了，饶命，饶命啊！结果他又缩回去了。我可以吸收他，然后你还上面一直在丢我，气死！居然敢骗我！哦，我刚才是拿到这一个碧城，变化成沙之后就可以像一个石头一样到处乱冲乱撞这样。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变广智嘛，但变这个碧城的话不知道好不好用欸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们还是以广智为主。走了走了，赶快离开这边。还要再继续搜索这个会让我迷路的地方。等一下，这边又有瀑布了，该不会又是什么有什么龙藏在这边吧？不知道。我们先把这个清掉。哎呦，哇，他盾好痛哦！他盾也太痛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应该是那个哦，他应该不是一般的怪，因为他超耐打的。我们直接变身。哇！哎，哇！哎，我撞你！没盾了吧？有了，对啊，你看这边是瀑布，就有一种好像什么东西藏在里面的感觉，是吗？又是龙吗？我可以开吧？我前面才刚打完一条龙而已，该不会这边又是一条龙吧？雷！哦，小黎龙，这只也是金河龙王的其中一位儿子啊！没想到龙王的儿子居然都变成了隐藏 BOSS 哦。你，他有弱点吗？我现在感受不到。哎呦，哎，我绕着他的屁股走好了。但是还是要小心他手上那个带电的大锤，有够痛的。快闪！哎呦，来打屁屁，他会锤到自己没力啊。就是我们要等到他没力的时候再过去贴他，快闪哦！是我这一棍，把他打到身体摇摇晃晃的。哦哦哦，是怎样？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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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呼，吓死我了！嘿，我撞！哈哈哈哈，这些大头宝宝铁头真的是很有用。哦哦，他干嘛？我以为他要吐电，吓我一跳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呦，我跳哦！哇，我跳绳！哎，有石头，等一下跳上来。对，突然打一打脊骨啊，吓我一跳。等一下哦，先不要下去。啊，果然还有最后一段。绕着他屁屁走，还好他不会甩尾巴。哦呦！哇！这样没有伤害，吓死我了！我的棍是快满了，快满了，小心哦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真的是我掉！哈哈，想跟猴子拼反应，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哎、欸，快闪！还是不要讲大话好了。我们慢慢消耗他的血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对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当你屁股对着我的时候，就是我拿棒棒敲你的时候了。再来，那来帮大家简短补充一下哦。金河龙王就是那个在《西游记》当中，就是不相信卜卦先生能准确的卜算出降雨时辰等等的这些天机。对，那结果后来天庭就是下旨要降雨嘛，
都跟那位先生算出来的分毫不差。那龙王就因为不甘心，就自己改旨。那因为私自改旨是死罪，他就被判说要被魏征斩首。那因为魏征是唐太宗的大臣嘛，哦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跑来跟唐太宗求帮忙。但是最终呢，我们魏征他就是在梦中还一样处死了龙王哦。那龙王呢，就是心有不甘嘛，他冤魂就提了自己的头来找唐太宗索命。对，我只简单回顾一下，详细的细节有兴趣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好了好了，专心专心，打屁屁呀、啊！他现在很喘，先退一点，稳着稳着。哎呦，我跳，我再跳，哎，我卡住了，我跳石头上。哎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就慢慢敲。等你敲完了，我们再继续。他现在剩下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血而已。击鼓鸣冤呐、啊、！OK， 来吧，让我们结束这一场战斗。哎呀呀呀！喂，哈哈，话不要说太早，中！哎呦，哦，好险好险！喂，那我把你收掉吧，小李龙，定。嘿嘿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最后一点点呢？我等一下用变的好了。哎、欸，再一棍。哎呦，站不稳，站不稳，直接断他招式。闪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呼！还有第三下，我再跳。来吧，直接变成广智，那我们把它缩掉吧。对，下去啦！拿宝箱喽！虽然我还是没办法做他们的武器，但是先拿再说。耶、yeah ，开心开心！不知道后面地图还有没有欸，来咯，欸，有那个冰铁砂，是哦，就是做棍子的材料，终于拿到了。来看一下震雷鼓，这应该也是做棒子的材料没错吧。哦，开心开心，虽然说我们主线都还没有推到，我们都还在打这种隐藏的王，真的是那赶快回去找主线的位置了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来给你。嗯，我帮你拿到醒酒石了。心情气爽，是你把咱叫醒的，多谢。你看过有一只猪拿到九齿钉耙的吗？咱现在肚子空空，恕不奉陪、啊。你这样就要走了？咱现在得填饱肚子。都到卧虎寺内有肉吃，那可得去瞧瞧。哦，他接他去卧虎寺。嗯，你这瘦鬼身子也该多吃点。走走走，跟咱去卧虎寺。找我去吃肉啊？好吧，那我们就去卧虎寺吧。你用走的吗？没关系，我直接用飞的。我就直接回去喽。到了，到了。不知道那只猪在卧虎寺哪边？看一下哦，来这里吃肉也是啊，这边的确是蛮多肉的。看一下猪猪，猪猪你在哪里？猪猪，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哎呀，你吃饱啦、啊？这些烂鼠肉食之若孽不吞针，所以还是来这边吃老鼠肉的。你想法子给咱找点好东西尝尝如何？啊！老夫馋的必有馋的品，在此干旱之地，可能寻到。有了有了，我身上有，给你一个。偶尔吃吃素，也未尝不可。事情有了些眉目。所以你是哪位啊？黄金之国真与这不毛之地有关。黄金之国。传说中黄金之国是太阳西沉落海之地、哦、那里的人们与鼠为尊。沙国王的国家吗？只是不知怎的，
后来这个国家就消失了，很是奇怪。应该跟沙谷王有关吧？适才咱尝了尝那些鼠精鼠怪，咱们这像是还带点人味儿。哦，你吃过人的意思吗？那古国移民并未尽亡，黄风怪与古国的神秘霄云恐怕脱不了干系。来之前，大哥给我一枚金片，说是到时自有用处。金片？时候到了，咱这就回老地方试上一试。他说的金片是这个吗？我们打沙大郎掉的这个阿罗金片。感觉是这个，但是我没办法给他，可能之后要去其他地方用吧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可能任务做到一半，要到下一个地方才有机会再执行下一个任务。等一下，这边可以跟他互动欸。这个，哦哦，王吗 ？Oh my god！欸，旁边也召唤一只欸。石先锋跟石敢当，他们有打架吗？我的对手是谁啊？算，我还是比较贸然打好了。感觉两个都是啊，但是先让他们打。哎呦，旁边偷打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先让他们打，先让他们打。我站远一点看好了。哎，哇，一个动地舵。好帅哦！现在目前看得出来，石先锋趋于弱势。用力打，用力打，打完了再来跟我打。我们在旁边看戏就好，在旁边看戏。哦，他把他抓起来摔耶！哇哟，拆掉了！哎、欸，他过来，他过来了，我定。这我们还要打石敢当，哎，我拿到十字力了。上一集我们打完虎先锋之后，有需要的那个道具，来吧，我们就把这个石敢当也给解决掉。小心哦，哎，他的动作也很慢呐、啊，但是就是怕他滚来滚去，摔来摔去这样。哇，他好硬哦，撞你！现在，趁现在！哎，哈哈哈！偷补刀，趁他没有。哎呦，跌倒了，赶快用力打！小心，要注意一下他的动向。哎，哇塞！嘿，接过去！哇，他的定身节好快哦！推一点，推一点，推一点，推一点！吓我一跳！哎、欸，哇，太痛了！不行啊，他已经被石先锋打掉一些血了，我还打不过他就丢人了。幻化成。广志交给你了，石头，你的火应该对他没有用吧？没关系，打打看。哎，哇，有了还是很痛。放大招的话，再一下，耶嘿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！不好意思啦，也谢谢你啦，石敢当。哦，拿到了一个材料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前面有小庙，我们来去来去拜一下。欸，我可以铸造兵器欸。我可以铸造出云棍，少许增加蓄力劈棍的伤害。来做一下。哦，这一把伤害有比我们的熊棍再好一点。好啦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今天做出这把武器，然后打完两只龙，加上意外搅入了石敢当与石先锋的战局，
直接偷补刀哦，还可以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吧。我光找路，我真的都找好久，超累的。好啦，那如果说各位喜欢这个系列，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别忘了帮影片点个喜欢。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你老光速没来，你这拐子脸的小和尚哪儿冒出来的？我是来收你的。管他娘的，老子先尝两口。来吧，我定，直接先把你定起来。哎呦，这是老虎的命。